好，我们是天才娱乐的四人小队，耶、yeah. yeah.。你们要干嘛？今天我们四人小组决定要开一个新的系列，叫做这周陪我做什么啊？所以这一周呢是由萝莉先开始。这周呢是因为我在一个日本的 YouTuber 的，他们算一个团体，然后呢我就看到这个东西，就是他们一开始是咬口琴，然后打这个所谓的禁鼓，我就有买一些东西道具来打这一段。那我现在要带大家去看什么道具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来介绍道具吧。我为什么会穿成这样？刚工作完一档东西，所以我的服装是这样，不是特意的。OK，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，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打的东西。我们首先先从比较轻量级的介绍开始。如果大家有看过神奇宝贝的话，大葱鸭的葱就是这个葱。我们用大葱鸭的葱，这个呢，我们叫做二分之一南瓜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就只有一半。谢谢你的二分之一解说。多了。那怎么打？说这样砸下去哦。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台湾自产的丝瓜，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个外面的保护套弄掉，让你纯粹接受到菜瓜布阿嬷的感觉。阿嬷，丝瓜有加保护套哦。这个呢就叫做出的不好出，不出的好出。好，谢谢你们。不出的好出。不好处。接下来是我们日常用品鞋拔，鞋拔平常功能呢，就是它会插进一个 X X 里面去，然后它可以引导你的脚脚进到 X X 里面去。黄标，所有台湾人小时候的回忆。对，热熔胶条，以前只要不乖就会用这个榫。真正的功能就是拿来打人的。对，它不是拿来黏着用。然后后来才被研发成是可以拿来黏着用的。对对对对，它一开始出来是为 X X 一些小孩子用。是台湾自产的新鲜白萝卜。我们只准备了一个，好，以及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的甘蔗，锵锵响的甘蔗，这脚会断掉啦！来，我们让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，砰砰响的甘蔗才是饱满的甘蔗。好，我们介绍完，我跟你讲啊，抽到如果不打断你的胫骨，不打断甘蔗，我不会结束了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，坐签，丝瓜哦，多丝，很丝。妹妹有最害怕遇到哪一个吗？不打断甘蔗哦，我不会记住。话说我们没有买到口琴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不是有另外一个长条物代替吗？我以前会吹大黄蜂。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就是要忍住，说谁敲到胫骨之后不会发出声音来。对，我们双手只能抓这个，嘴巴对这个。好。你不要一直看，你是想做签是不是？我记一下啊，我等一下才知道我要抽什么。每个人都认领一支自己的纸底喽。很吵哎，我们还在 run 呢。对啊，你要像一条蛇当上来啊。那我换衣服了哎，怎么办？好了啦，吵死了啦。热熔胶条，叫做布，这么难拆哦。来 ，round one and action。哎，好像还好，我就说没感觉。为什么？这就皮肉痛。你别打自己啦！哎，你们那个很大声那个树啊，皮肉痛。你看，我很大力，抽到甘蔗。哇，我有点紧张啊，我也有点紧张啊。这个有吧？这个有痛吧？啊，不会痛啊！你眼眶翻嘞，不会痛。哭出来加3000。给我30秒。没有，过了。OK， 南瓜。南瓜。不，啊，敲起来，敲起来。南瓜。哎，不是你刚对萝莉的时候，你刚没有这样子。十几年交情吧，十年交情才这样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！我有三下嘛，我各敲一面。我第一面先这个，你真正是我够鸡掰。我跟你讲，我有一个战力优势，就是我的肉比较多。背面先，来哦。哦，我认真，
南瓜他妈蛮硬的。你根本就没有用力呀、啊！我觉得好烂哦！哇，这！你没有吹纸笛，不是我还在讲话。你在那里头，你在流汗，这流汗，你像流汗，他飙汗。你看一下鼻豆子，干不好。甘蔗，甘蔗。哎，你们是不是甘蔗有做多脏啊？有声音啊 ，OK。哎、欸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你同事啊！我们是打胫骨，不是打棒球。那个棒球不是球在这吗？对对对对对。我每次都打到这一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打到这一根我没关系，不要打到这一根。Oh. 来哦！哎呀！哈太久了吧！嗯，好，下一个指定谁？猛将啊 ，OK OK， 就他猛将 ，OK OK。叔叔叫你自己看的啦，甘蔗。等一下啦，你是不是在看？好，来哦，三下哈，三下，哎、欸，真的会紧张呢。一二，哦，还可以忍的范围啊。你刚刚那是射的是不是？好，第二下哦，第二下。不要停啊！一直打，一直打。你看，怎么又没有打断呢？不打断甘蔗哈，我不会结束。热熔胶条，热熔胶条 OK 啊，好啊，想要说不。Yes 是什么？不行啊！换我了，换我了，又变态了啦！真爽！你是不是其实对打棒球有梦想？看你那个挥的那个动作，有一点点。看你到底在那边甩什么？他的偶像应该曾经开心呢。哇！我还没甩，没甩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跟你讲，南瓜最痛是哪里？这里。我已经知道了。等一下，这游戏谁想的？不是很 OK。哦，牙卡，哦。好兄弟，好朋友，他刚单手，我双手。OK， 来咯猛将。我想你是爱我的。你要记得，我还是爱你的。我还是爱你的。好热，超热的。看这个很可怜嘞。我还没打。OK， 好，一样哦，一样哦，尖尖的部分哦，平的部分。我觉得你他妈你想打小腿是不是？算给他过关啦，算给他过关啦。还好，还好吧。他刚刚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，就是在对这个签，不知道在做什么。谁？你到底对签做了什么？没有啦，这是什么？甘蔗，甘蔗，甘蔗。OK， 吃甘蔗了。来，我们挑一支最细的给妹妹了哈。好，你现在都装狠而已哦，你只是在装。好了，我会数一二三哦。你要吹？你要吹啊！你要吹！我刚有吹啊！你没有啊！你要吹！你要吹！吹！我都没吹！
腌菜爱哭鬼来喽！轻一点，轻一点。我知道他很痛啊，我知道。我没有要给你，我知道擦汗的。你要说现在还没来得及说，这种热熔胶。哦，我干，我觉得热熔胶妹妹哭定了。好来，好来，剪刀，剪刀手布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我帮不了你，我救不了你。我刚刚拿甘蔗打他，拿甘蔗打我。我刚刚拿热熔胶胶打。比较可爱，是可爱。他已经肿起来了啦。我先小力一点，先这个。还没开始就吹，这个感觉，那个是眼泪吗？那个是眼泪吗？还可以接受，换这样吧，好来。吹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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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笑得最开心，你到底在笑得开心什么？好开心哦！哎，这段剪回去，刚刚妹妹在敲我们，多快乐！水泡一粒一粒的，是你那个是 Game Over 吧？看，你被打到蟹足肿了。其实我们四个人今天这样子玩玩，不会伤彼此感情的、啊。屁的，增进，增进，增进感情啊，对不对，妹妹？我今天学到一个领悟，一个领悟，做人不能幸灾乐祸，是不是？前面打我们的时候，玩游戏要认真玩。认真玩，我很认真、啊。你前面真的很认真的打、啊。小时候爸爸，如果你们想要置入什么东西来的话，甘蔗啊、葱啊、紫薯啊、哈士奇啊，都可以拿进来给我们置入哦。想干嘛，我们就让你干嘛哦。对哦，这周想干嘛，对，我们就陪你干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其实有收入，可不可以坐好？哦，来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哦，那我等下可以帮你开车啊。好，我从小就。白咖。